猫眼妆呢就是会比较 rock 啲啦，比较型啲，比较硬朗啲嘅。首先呢，我哋可以用一个平嘅扫，然后喺个眼尾位置向上剔一剔，做一个猫眼嘅定点嘅起步。咁而家呢就利用眼影扫，然后用唔同嘅啡色去做返一个轮廓。而家就开始就用金色就做返一个眼球，由呢个比较高嘅位置同埋下眼啦。眼线呢可以贴近眼睫毛嘅根部，将佢少少提高返。猫眼呢就着重个眼尾嗰方面嘅眼线会比较粗啲嘅，就向上剔，咁样而家就做到一个猫眼嘅眼线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洪子琪 Angelina Anderson。我平时化妆咧，我中意都用会smoky eye 啦，我会用多黑色嘅 shades， 带啲啡色啦，因为我中意只眼大啲同圆啲，同埋 also 长啲，我会用啲eyeliner 嚟拉长只眼啦，同埋用啲 eyeshadow 嚟 blend 翻上高，等我只眼会圆啲。